加提威龙以每小时253英里的极速闻名。我认为他在一开始就定义出自己的等级，自己在超级跑车中的地位。16细缸的引擎与其他一般常见的跑车相比，能一次吸入更多的燃料和空气。在你还没看见威龙的车身之前，就先听到它独特的引擎声。同样引人注目的，还有这辆车的瞬间换挡加速。威龙可以在不到17秒的时间，瞬间加速到时速185英里。比喷射机起飞的速度还快。而且在时速185英里的状况下，这辆车还能继续再加速。威龙的变速器可以让它没有停顿的不断加速，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感受，只感觉到速度很顺畅的不断提升，没有任何中断或有一点停顿，绝对没有。